生活英语，英语生活，用最简单、最实用的会话，让您快乐说英语。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快乐说英语》，我是小乐老师。我们上集说到，在跟别人告别的时候，可以用到的一些用词还有用语，像是首先，你可能到你的朋友那边，然后你就跟他说 "We've come to say goodbye"， 就是我们是来告别的。那么在说再见的时候，你就会跟他说很多关心的话嘛。例如说，像我们常说的保重，就是 take care， take care， 保重。那么 keep in touch 就是保持联系。假设说你可能明年或者下个月会见到他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说 see you next year， 就是明年见的意思，或者 see you next month， 就是下个月见。最后呢， we will miss you， 就是我们会想你的。那么除了这个道别的这些用语以外啊，我们今天要换一个情境。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会遇到可能要登记一些自己的个人资料的情况，例如说你去看医生的时候，或者说你要办理一些手续啊，申请银行的用户等等的。那么这些机构除了需要登记你的名字以外，通常也会需要你知道你的生日呀，或者说电话号码、你的住家地址等等。这些资料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也不能写错。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学学别人在询问你的个人资料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用语，还有我们要如何去跟他们回答。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境，谈论个人资料 ，Part One。Can I have your first and last name, please? My first name is Lucy. Last name is Lee. Okay, and what's your date of birth? It's March 20th, 1989. Can I have your first and last name, please?My first name is Lucy. Last name is Lee. Okay, and what's your date of birth? It's March 20th, 1989. 看完了刚刚的情境句，我们一起来看看里面有哪一些好用的句子。首先，你可能到了这个某个柜台，某个申请手续的柜台，对方跟你说 "Can I have your first and last name, please?"Can I have your first and last name, please? 就是可以请你给我你的名字和姓氏吗？ Can I have your first and last name, please? 可以请你给我你的名字和姓氏吗？ Can I have 就是你可能某人在问你说可不可以给我某个东西。Your first and last name, 你的名字还有姓氏，最后加个 please 就是请。Can I have your first and last name, please? 可以请你给我你的名字和姓氏吗？那当别人这样问你的时候，你当然就说哦、my name is 什么什么跟什么什么，对吧？接着呢，他要问你的生日 ，What's your date of birth? What's your date of birth? 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What's your date of birth? 也就是 What is your date of birth? What is 是什么？Your date of birth, 你的生日。其实也就是说你的生日，这个出生的日期，那就是生日嘛。What's your date of birth? 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那么最后我们来学一下，我们要怎么告诉别人我们的生日呢？其中今天情景的范例是 It's March 20th, 1989. It's March 20th, 1989. 就是我的生日是1989年3月20日。It's March 20th, 1989. 我的生日是1989年3月20日。我们看到这边就是日期的讲法，首先你先讲你的月份，接下来讲日期，最后放上年份。这部分呢，我们等会的小尝试也会再多做补充。It's March 20th, 1989. 就是我的生日是1989年3月20号。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情境当中有哪一些实用的单词。首先，刚刚别人问你的名字的时候，这句话 "Can I have your first and last name, please?" 可以请你给我你的名字还有姓氏吗？那么 first name 就是名字。First name 名字。那么 last name 就是姓氏。Last name 姓氏。除了 last name 这个说法以外，姓氏另外一个说法也就是 family name。 family name 就是你的家庭的名字，也就是你的姓。 last name 姓氏。
这个 first name 跟 last name 呢，其实是很多人刚开始都会搞不清楚的地方。像我自己一开始到新西兰的时候也是，你说一个 first name 一个 last name 到底什么是什么呢？所以你可以记得的一个方法，就是因为要记得、哦、西方人他的名字是放在前面的，所以是 first name 名字。那么 last name 是放在后面，也就是姓氏。再来复习一次 ，first name 就是名字 ，last name 就是姓氏。最后，What is your date of birth? Date of birth 就是出生日期，也就是生日。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Date 是日期嘛 ？Of birth 就是你出生的时候。Date of birth， 你的出生日期就是生日，是一个名词。新西兰生活小常识。那么今天的小常识呢，跟平常比较不一样，我们要来教教大家怎么说自己的生日。同时，其实这也是叙述任何日期的一个说法。其实叙述日期有几个方式，但是我今天想要教大家是我觉得最简单最易懂的。首先，我们先很快的来说一下各个月份的英文。一月是 January， 一月。二月是 February， 二月。三月 March， 三月。四月是 April， 四月。五月 May， 是五月。六月呢是 June， 六月。七月是 July， 是七月。八月是 August， 八月。九月是 September， 九月。十月是 October， 是十月。十一月是 November， 十一月。最后十二月是 December， 是十二月。这里很快的带过各个月份的说法，如果你想要复习的话呢，你可以再重复看一下这一段。那么月份说完的话呢，就是你的生日的日期。一个月总共有三十天嘛，除了一二三，还有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号比较特别以外，还有五跟二十五，其他呢其实都很简单，你只要在一般数数的那种数字后面加个 th， 就是的声音就可以了。比如说，如果你的生日是十九号，就是 nineteenth， 就是 nineteen 加 nineteenth。再例如说七号就是 seventh， 那么三十号就是 thirtieth。那么刚刚说到比较特别的一二三，还有二一二二二三呢？一跟二十一的话，一跟二十一还有三十一是用 first 这个字呢是第一的意思，所以一号就是 first。二十一号呢就是 21st， 记住你先说二十然后再说一，所以就是 20 加 first， 21st 就是二十一号。那么 31st 呢，三十一呢就是 31st， 先说三十再说一。接着我们来说说二号跟二十二号。二的话呢你是用 second 这个词，就是第二的意思， second 二号。那跟刚刚一样，如果是二十二号就是 22nd， 一样先说二十再说 second 就是二十二号。接着再来说到三跟二十三号，三号呢就是 third 第三。如果是二十三呢就是 23rd， 先说 20 再说 third 就是二十三。那么最后我们刚刚说到五号跟二十五也是比较特别的，它不是用 five 哦，它是一个特殊的字，是 fifth 就是第五的意思，同时也是日期里面的五号， fifth 就是五号，还有 25th 就是二十五。所以在说日期的时候，最简单的说法你就是先说几月几日，最后加上年份。例如说我们今天的情境里面，这个人他的生日是三月二十号，然后是1989年生的，所以就是 March 20th, 1989。这样你们学会了吗？看完了今天所有的教学内容，你们学会了要怎么样跟别人说自己的生日，还有在叙述任何日期的说法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学到
在叙述生日的时候的说法。Can I have your first and last name, please? My first name is Lucy. Last name is Lee. Okay, and what's your date of birth? It's March 20th, 1989. Can I have your first and last name, please? 就是可以请你给我你的名字和姓氏吗？Can I have your first and last name, please? 可以请你给我你的名字和姓氏吗 ？What's your date of birth? What's your date of birth? 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What's your date of birth? What's your date of birth? 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It's March 20th, 1989. 就是我的生日是1989年3月20日。It's March 20th, 1989. 我的生日是1989年3月20日。Can I have your first and last name, please? 可以请你给我你的名字还有姓氏吗？那么 first name 就是名字。First name, 名字。那么 last name 就是姓氏。Last name, 姓氏。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生活英语，英语生活，用最简单、最实用的会话，让您快乐说英文。我们今天学到了在跟别人叙述自己的生日的时候，不管你是你的月份、日期，还有年份的一些说法。希望这些对你们之后啊，就要填写任何资料或者要申请东西的时候有帮助。谢谢你们收看今天的快乐说英语，我是小乐老师，我们下集再见。